粼粼滴落在湖泊，苍穹在闪烁，命运的锁谁能突破，无畏因果。岁月难辨的善恶，流于世人说，你和我如影般婆娑，踏碎虚妄蹉跎，燃熄的心火，执着执意的灼，时光翻涌成夏，冰箱为我戳下，燃熄的心火，执着依然执着，天地生死相依，承诺不移的承诺。斗灵，短短数日，竟然是他第一个突破了斗灵。白山斗气虚浮，明显是靠着外力强行突破的斗灵，应该是用了药，而且这药有点古怪。紫星破障丹，四品巅峰丹药，能使人越级提升实力，这药对大斗师乃是禁药，斗王级别以下者服下之后自伤800，侥幸获胜也会影响日后进阶的速度，一旦落败更有可能被废斗气。他这是哪来的呢？他废不废斗气不知道，可这么打下去，大斗师对斗灵根本没得打，我要是先被淘汰就进不了坎了。你打出青莲地心火，他马上就会输。异火威力太大了，一旦使用学生必有伤亡，不能用。那你就学他服用紫星破障丹如何？药老，你刚才是说……哎，嘿，臭小子，你当众认输，自认技不如人，可以放了。你以为只有你有紫心破障丹？被我说中了吧？禁药你也敢吃？我这是教训你不该没规矩，不该自以为是，你根本就不配站在这里。前百般求你，你都没有这个状态。现在紧要关头，你要突破。这萧炎呢，应该是刚才那通毫无顾虑、彻彻底底的施展肉搏攻击时，达到了突破的契机，以至于体内的斗气自然流转，水到渠成的突破为斗灵。这场比赛好看，斗灵对斗灵。白山，快拿下！哎呀，你是师长，稳住，稳住啊！别跟我装神弄鬼，少来这一套！白山，萧炎哥哥他正在突破，完全没有反抗能力，
为了比赛公平，你也该等他突破完之后再跟他打呀。他只是在躲，在假装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萧炎，你就会躲在女孩后面吗？白山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跟他打就是趁人之危，你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我今天非要分个胜负不可。萧炎，有种你就给我站起来。你非要打是吧？好，我来跟你打。我不会伤你的。这是那个人，今天必须把他撵出去。那你就来试试吧。白山，你快住手！白山，你敢伤心啊！白山，我看看。萧炎哥哥，你突破斗灵了。雪儿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了。突破斗灵，玄重指还会发生变化。尊严是自己挣的，耻辱是自己找的。萧炎，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药老，我怎么晕倒了？你说呢？靠丹药突破，这才刚到哪儿就这么猴急？哼，丹药。紫金不长丹啊！当心，欲速不达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哎，不是在这儿吗？药老，您看，我突破到斗灵了，算你运气。白山的超强攻击反而刺激了你，才让你在对战中途突破了大斗师巅峰，晋级斗灵。好难闻啊！吃了它，吃。您不是不让我乱吃丹药的吧？不吃还我。药老。您刚刚给我吃的是什么丹药啊？这是看在你没有乱服紫心破上丹的份上，为你炼制的五品的复原丹。五品？五品。就算是为了调理你刚刚突破斗灵体内不稳的斗气，就算是体恤你受了伤嘛。哎，我用这五品复原丹来喂你，可是杀鸡用了牛刀，便宜你小子了。药老，那我要是吃了紫心破障丹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在我这儿想投机取巧，肯定不能轻饶。
那当然，我当然听您的啊。白山的那位紫心破账呆，有股熟悉的气息，到底是哪来的呢？什么气息啊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好好恢复吧，外面还有人等着你呢。萧炎哥哥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怎么样？现在你都睡了一天一夜了。你陪了我一天一夜啊。我不陪着你我怎么放心啊？你好好的人在试炼场上一句话都不说，直接倒在我身上晕过去了，都快吓死我了。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傻瓜，我只是太累了，你看我现在身上又没伤又没疼呢。对了，白山怎么样了？白山被打出试炼场之后就没有进决赛的资格了，也不能进塔断体。听说他回去之后谁都不肯见。其实他如果不那么咄咄逼人的话，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晋级的。如今越王都落空了，估计他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再多给他一点时间吧，只要身体没事，别的东西再练就是了。醒了，醒了就快点去领赏吧，院长等着呢。领赏？萱儿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们都领过了，你赶紧去吧。你们都领过了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忘记了吗？你慢点儿。哇，你通过了淘汰赛，获得了进入斗技阁的资格。这斗技阁内封存着功法和斗技的卷轴，它们都被不同的能量罩保护着。你要凭借着你自己的能力攻破这些能量罩。不过你千万要小心，级别越高的斗技功法，它的能量罩的反制力量就愈加危险。如果你不能攻破，恐怕也只能空手而归了。哎，那他们都拿到心仪的斗技了？超过一半空手而归。量力而行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的道理啊。那我有多少时间啊？日落西山，大门关闭。不管你有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必须准时从这里出去。日落？那您怎么不早说呀？药老，您说我应该选什么样的斗技好啊？你已经有了焚诀作为功法，这一次你只需选取适合火属性修炼的斗技。我想要一卷最适合我此时修炼的斗技，能让我在强榜赛上多一分胜算。往前走。往前走。左边的方向。紫雷印正好弥补你玄重尺和八极帮不够灵巧之处，只是以你现在的实力练它有点难。我萧炎还怕难？有用就行。
紫雷印虽然是火属性斗技，可也不该如此啊。有点难度，有挑战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特地过来助你一臂之力呀。嗯？哎，声波斗技，狮虎碎金银。哇，这可是不折不扣的高级斗技啊！太厉害了。声波斗技？我不要声波斗技啊，我。嗯，我知道你想要紫雷印，但是那个斗技更适合你啊。这斗技现在已经认准你了。你解除了他的封印。哎，这斗技在这里尘封了好几十年，一直都没有人来寻他，多寂寞呀。哎，这狮虎碎金银要是练好了，会有狮虎奇效，万兽臣服，碎金镇魂之大威能呢。那为何这几十年都没人来寻他？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能练成。虎家声波斗技，狮虎碎金银。哎，我也没想要声波斗技的嘛。虎家那个丫头倒有几分聪明啊，竟选人最疼的地方扎。您还帮她说话？她说的是实话呀。也是啊，人家狮虎碎金银怎么说也是个高级斗技啊，这几十年来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，因此呢也就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。要是你一旦练成了，强榜赛上你说不定可以靠着他一鸣惊人。我能靠他一鸣惊人？香烟哥哥，你先练着，我帮你换一杯茶水。我能靠他一鸣惊人？熏儿那丫头说对了一件事，几十年来没人见过他，所以也不会有人懂得如何应对他。情况未必那么不利。一个人能够成功，不是因为命运把一切条件都完美无缺地准备好，双手奉上，而是要把遇到的好坏际遇全部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条件。嗯，你啊，要学的不光是斗技，更是心智。听着倒挺有道理，但我怎么老觉得您在诓我呀？你难道要放弃吗？不。女王大人，你可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？我要的融灵丹呢？哎呀，你看，连逃亡带入学的一堆麻烦事儿，连药材都还没准备呢。嗯，等我打完强榜赛，哎，你要不先回吞天蟒的身体里面，我带你回去。看来你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既然如此，我留你有何用？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空间凝固吗？空间凝固，不愧是舍彩玲女王。不过我药尘的人岂是你说杀就杀呀？
药老，你还醒着呀、啊、你？带他进来。药老，你怎么不早点救我啊？早就感应到这个臭小子身边有强者隐匿，今天终于见面了。原来是个斗宗，哦，不，比斗宗更强。你无需理我是谁。萧炎并非故意违约，只是在你沉睡期间发生了太多意外。这里就是纳戒世界啊，枯燥无味，无水无花，好无聊啊！你是怎么能在这里待下去的？你这条小蛇修为太浅了，只知道花花世界的热闹，哪里懂得清明之美啊？清明？我看是贫瘠吧。据说纳戒都是由精神世界所幻化，你的精神世界就这么无聊贫瘠啊？我看你对清明之美有很大的误解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药老，女王，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哎，不要为我动怒了嘛。我蛇人国一个农人花园就胜过你这纳戒风光。夏虫不可语冰。云岚宗派出弟子一路追杀萧炎，若不是你怀有私心，想让萧炎为你炼制融灵丹，突破斗宗，你才不会跳出来震慑云岚宗弟子，还趁机与他立下约定。你明知萧炎被云岚宗追杀，无暇替你炼药，此时你却反咬他一口。小蛇，自作聪明，反而会作茧自缚啊！哎呀，你那将融灵丹药方给我。融灵丹的药方是萧炎费尽心机方才闯过那炼药师大会才得来的，如何能给你呢？但如果你能放弃心中杀意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一年之内把融灵丹的成品放在你面前。但是作为交换，一年里你仍需保萧炎无性命之忧，如何？哎哎，药老，你是萧炎什么人啊？老师？萧炎与我从未行过师徒之礼。那我和萧炎的事凭什么与你重订契约呢？那你就另请高明吧。好，就依你。一年之内若你取得融灵丹，我就保他一年，但是我还有其他条件。你说。一年之内除融灵丹外，萧炎若获得其他丹药均要分我一份。为什么？可以、啊、若取得斗技异火，需供我进阶使用。凭什么？我也还算合理。一年之内助我突破斗尊，这就过分了。你连斗宗都还没突破，还想在一年之内突破斗尊，这得费萧炎多少功夫精力啊！我还有别的事让他去做呢。你们两个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啊？一边去。好，那就答应前两个条件加上融灵丹。这样自然最好，不过我希望女王可不要再像上次那般心怀杀意，否则拼着陷入沉睡的风险，我也要将你这好不容易进化出来的躯体烧毁。哎呀，我还有没有点自主权利了？谁呀、啊？这可是顶级的护嗓丹药，我好不容易从爷爷那拿来的，给你。萧炎哥哥的嗓子就靠你了。萧炎，萧炎，又是萧炎。
青天白日的，好什么好？抢了本王的好梦。小言，薰儿，你听我解释。薰儿，冰灵护侯夜。冰灵护侯液是以冰灵液、三花草、水性磨合炼制而成的。喝下之后啊，能缓解各种灼热，保护喉咙不受突如其来的能量催蚀啊。如此精准的对症下药，那小妮子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啊。舒服，嘿嘿，喝下此药，只要你精神扛得住，无论你吼多久都不会变成哑巴。嗯，只是能不能找到窍门，还是另说。别打了。别打了。你的斗气呢？说话呀！那天你们都看到了，独孤秀爷是他废我斗气，都是因为他。带我去找院长，我要追究秀爷的责任。那天你为何突然突破斗灵？我就是早上起来突然斗气汹涌，顺势我就冲破了我的。你再瞒我，你到底服食了什么药？是不是紫心破障丹？萧炎那天那一击确实威力挺大，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废人斗气的程度。你要追究萧炎的责任，首当其冲就是追究你为君用药的责任。郝长老，郝长老，我求你了，您不能说出去。郝长老，你说说，你是如何找到此药的？您别问了，徒儿已经知错了。何苦啊！徒儿是错，是错，徒儿是错，徒儿是错。如今，我只能暂时替你隐瞒，但绝非长久之计。郝长老，无论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恢复斗气吧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我只要能恢复斗气。没有机会了吗？我再也不能成为斗者了。太难了，此心破账单反噬惊人，所以才明令禁止斗王一下时。你明知故犯，为亲服用。郝长老，啊，中州古族来客人了，院长邀您一同前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好好思过，即便做不了斗者，也未必前途尽废。养好身子，再谋未来。萧炎，都是因为你，说不是你我也不会放下纪呀。一不错步步错，清白山的我要你还。感谢迦南学院一直以来对古族宗女的照顾，箱子里的东西都是中州上好的药材。
萧薰儿是学院的学生，学院对她一视同仁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。古族太客气了。族长说，斗气大陆同气连枝，古族与加玛帝国应多多往来才是，尤其是迦南学院，这里是培养斗者的摇篮，这些东西想必对同学们的提升和进阶有所帮助。族长特意命我前来，请院长笑纳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代替学院的学生多谢古族。黑烟军修罗都统古妖，奉族长之命接宗女回族。我爹为什么这时候让我回去？属下只是奉命行事，具体内情族长并未交代。我这好不容易才考进学校内院，马上就要打强榜争霸赛了，只要我能进前十，我就能进天坟炼气塔锻体了，这对我的功力提升和功法进阶都会大有益处，所以我还不能跟你走。小姐，中州有丹塔，古族有灵池，您何必在意区区天坟炼气塔呢？我离开古族的时候，我爹有别的任务交给我了，这个任务我还没有完成呢，所以也不能跟你回去。族长还有别的任务交给小姐？嗯，那就请小姐办完事情再说。真的可以？族长特意交代过，最终决定还是要尊重宗女的意见。星月，听说你家人来了。你好，我叫虎家，是星儿的同学，也是他在学院里面最好的朋友。哦，我在学院里面给你买了好吃的点心，特别难买，你尝尝。你尝尝。谢谢。好吃吗？真的好吃。学院里面还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，我带你去逛逛。雪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古妖，你刚来学院，我带你去逛逛吧。是。哎，他谁呀？古族黑烟军修罗都统古妖。你知道吗？只有黑烟军里面最出色的人才才能被称为修罗都统。你呀，被比下去了。黑烟军？古族派黑烟军来干嘛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怎么不关我事儿了？薰儿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人家才是薰儿的家人。你呀，乌坦城萧家跟中州古族相比，家世上就输了。人家年纪轻轻就是黑烟军修罗都统，你就是个无名小卒。论外貌人家不输你，论气质人家成熟优雅风度翩翩，萤火如何与日月相争，差距太大，一目了然。古妖。哪儿冒出来有古妖啊？还黑烟军都统是吧？古妖凭什么薰儿搀着他啊？薰儿搀着他为什么？哎呀，太难听了吧，不会这也让他练成了吧？哎呀，期待滋养着热爱，积极向光明带肆意的盛开，我现在不会再被亵渎。我相信的未来它一定会到来，说实在都不该被取代。一次次逆袭褪去刻板的烙印，隐藏层转机描绘热血的定义，永远记得时间停止，从不为谁
期待，为万物的青睐，面对这时态，不会被谁安排，不记得例外，谁明白我从来不服输。我相信的未来，它一定会到来。说实在，都不该被取代。一次次逆袭，褪去刻板的烙印，一层层转机，描绘热血的定义，一点点勇气，堆积年少的自信，一遍遍蓄力，揭开真相的世界。